Hello Hello， 教程来喽！我整手都是先涂了透蛋白，食指用冰和灰三点串联点涂上去，光疗笔蘸底胶把边缘拍开，晕染了两遍加深饱和度。接着空白处三点点涂乳白色，同样也是光疗笔蘸底胶晕染开。照干后局部点加了一些银色的铂金胶，整甲涂加固胶补照灯，用拉线笔蘸彩绘胶拉出细细的线条，再把局部稍稍晕染开一些，晕好照灯封层。中指涂了两遍冰河灰五号，拉线笔蘸模型胶拉出水波纹，拉一条照灯一次，再涂免洗封层照灯30秒，擦上魔镜粉，蝴蝶式直接蘸胶粘上去，再往水波纹的周围涂一点光疗胶，粘一点小精灵珠子，粘好照灯整体涂加固，边边角角都要涂到，最后封层。无名指涂了两遍冰河灰五号，然后涂了磨砂封层，再画一些这个绿色珠光的水彩，给它加固封层就可以啦。无名指和大拇指基本上是一样的，然后食指和小拇指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喜欢要点心。